幅用力折一下，撇过来，比较钝，又是直的，我很喜欢写这种直的。过来，起笔略撇一下，然后这个起笔都是平的，平的以后再下来，以后到这里以后才甩一下，这里又是平的。哦，这种平的笔画一定要写出来，不然就觉得不太逆势不够。哎，饱满的。